小戏骨红楼梦。一零版红楼梦。你看这太子是你的吗？要是你就拿着，如果不是，我好还给云二爷去。把这些格子都推开，便是有人看见咱们在这儿，也只当我们说完话。平儿，你往哪里藏？你们把林姑娘都藏到哪里去了？八七版《红楼梦》。你看看这手帕子，果然是你丢的那块，你就拿着。要不是啊，我就还给云二爷去。哎呀，可不正是我那块吗？会不会有人在外面听我们说话？咱们把格子都打开吧。平儿，我看你往哪儿藏？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？